it. Because I've designed a plan. Your life plan. The hour of the day of the week of the month of the year of your life. We're not leaving anything to chance. Now here I am, up here. You are going to make a wonderful grown-up. Thank you, Mom. I just wanted to give your drawing back. You didn't like it? No, I did.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little prince who lived on a planet that was scarcely bigger than himself. I thought I'd never find anyone who wanted to hear my story. If you please, draw me a sheep. What was a kid doing there in the desert? There was no mention of life on any other planets. An asteroid. Asteroid B612. You are the evidence. Wow. And the little prince. One world away. He was very fond of sunsets. I make believe wow. in while I'm wide away. Did you finish your study work? Not exactly. I made a friend. If you study hard and you stay completely on track with the plan, you can spend some time with your new friend next summer. Look at that. The stars are out. Hey, come and play with me. I cannot play with you. I'm not tamed. But if you tame me, we shall need each other. To me, you will be unique in all the world. What is essential is invisible to the eye. When the moment does come for me to leave, I have to go alone. Do you know how to fly a plane? Buckle up. I'm not so sure I want to grow up anymore. Growing up is not the problem. Forgetting it. 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在很多人心中占有极度重要位置的小王子终于成功影像化，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两位影评人为我们分享。首先为大家介绍男方代表影评人张燕拓。燕拓好。凯英好，大家好。那女方代表是影评人雀雀。雀雀好。凯英好，大家好，我是雀雀。说到今年期待的动画《小王子》，没有数一，大概就是数二了。所以圣修伯里在1943年推出了这本绘本之后，至今70多年来，还是非常的历久不衰。所以可不可以请燕拓帮我们介绍作者的生平，还有这个《小王子》的故事呢？好，我想圣修伯里可以说是个传奇的法国作家。那他出生于1900年，所以以我们熟悉的历法来算，他其实是清朝那个时代的人。是，很有趣，因为他本身就是个贵族的后代。那他的一辈子的嗜好呢，跟他擅长的东西呢，也很符合我们现在对文青的定义。所以他从很年轻他就开始写诗啊，然后写小说啊。那他也很喜欢画画，虽然他在他的小说一开头就说他并不是个会画画的人。然后他还有一个很昂贵的嗜好，就是他喜欢开飞机。所以后来他长大之后，他从军，那加入空军，然后开战斗机这样子。再后来因为二战爆发嘛，那在1940年的时候，他就跟他妻子一起就是流亡，因为法国沦陷了，然后他们就流亡到美国去住在纽约。那他在纽约的那段时间呢，他就当然也结识了很多当地的译文人士。那他在1942年、43年的时候呢，他就写下了《小王子》这一本童话小说。这个小说故事本身是以一个飞行员的第一人称的故事讲说，有一天他的飞机坠毁在沙漠里面。那这其实就是取材自，因为圣修伯里他自己在35岁的时候，他就真的曾经他的飞机坠毁在撒哈拉沙漠。他跟他的同伴两个人呢，就等到第四天才好不容易碰到，刚好碰到人家救他。那他故事里面的这个飞行员，他坠落在沙漠之后呢，他就遇上了这个自称来自外星球的这个小男孩，这个小王子。那于是这两个人就经过几天的渐渐认识，然后聊天对话。那这个语言题材的这个小说呢，就包括说这个小王子他是怎么离开他自己的星球，然后有过一段旅行，那在不同的星球上遇到一些不一样的人。他虽然是个童话，但是在这些对话里面，我觉得他算是比较
哲学性的一些思考的东西，可以感觉到圣修伯里把他自己对爱情、对人跟人的关系，那对于在这个世界的存在，那甚至包括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弟弟就过世了那样的一个伤痛的记忆，都把它放在这一个小说里面。那很有趣的是，我会觉得因为他本身一个贵族后代的那样的一个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其实是比较偏理想主义那种感觉的，那样的一个理想主义跟童话的那一个口吻，我觉得融合得很好，所以会让这个它虽然是个童话故事，但是你不会觉得它是幼稚的，对，你会觉得它在探讨的东西还是比较像是给大人看的。那再加上刚刚说他很喜欢画画嘛，所以其实里面有很多我们现在很熟悉的小王子的一些形象，像是穿一身绿色的衣服，黄色的领巾啊，那样的造型都是他自己画下来的。那所以那个小说推出之后呢，就全世界闻名。那到现在在纽约的美术馆也有他的原稿在那里啊。那在他的家乡里昂有一个机场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甚至在日本箱根都有一个星星王子的博物馆这样子。对，那最后就是这个作者本身也很神奇的，就是在他的小说推出一年之后，1944年，他就在为军队出去飞行的某一次路上就失踪了。他一直到整整60年后，就是2004年的时候，法国人才在马赛的外海找到他的飞机的残骸。所以不管是故事本身还是这个作者都是非常的传奇。但是很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说它里面有很多的寓言意象，确实要帮我们回顾一下，对不对？对，刚刚燕托他讲就是小王子他开始流浪，他是主要是因为他跟玫瑰花，他星球上有一朵玫瑰花，然后是他一生的挚爱。可是他就因为跟玫瑰花处得不好，然后开始去一段长长的旅程嘛。那过程里面就不小心踏入了各式各样人的小宇宙。啊，期间他遇到了，先是遇到了一些什么国王啊，很喜欢发号施令。然后其实他整个星球上就只有他自己，也没有人可以听他讲的话。然后还有一些爱慕虚荣的，一个爱慕虚荣的星球里面坐着一个爱慕虚荣的人。然后只要你对他拍手呢，他就很礼貌、很做作的脱下帽子跟你致意。啊，还有就是地理学家，地理学家就是，他其实是学术的象征啦，就是他真的很厉害，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你问他什么，他真的知道。但是你跟他讲说，那你去过那个地方吗？他从来都没有去过那些地方，所以他是一个闭门造车的人。但是就是他指引了小王子去到地球的。那期间还有一个最经典的人物就是商人，他每天忙于算计。他一天到晚说他自己有好多好多好多什么东西，他一天在那边按计算机说，我拥有了什么。那小王子就问他说，你要这些东西干嘛呢？然后他就说，我可以买各式各样的东西啊，我可以买星星，我可以买月亮，我可以买所有就是你可以想象的东西，我只要有了这些钱，我很有钱，我就可以买这些。那这些东西的形象就是很妙，就是在电影里面有铺陈，有解释，有让你看到这些，那其实也幻化成为电影里面又重新创设的一些新的角色，全部都可以做一些呼应。对，所以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会有一些就是交互阅读的乐趣，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些人形象存在在哪些人哪些角色上，但是呢，很纯粹的就是小王子曾经跟地球上面那个飞行员讲的那些人物，也同时可以在小王子跟你讲，就是老人家跟小女孩讲故事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些那些经典的角色。那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小王子流浪到了地球的时候，对，他看到了狐狸，还有蛇，还有最重要的那个飞行员，都变成小王子在整个故事里面占有最大篇幅的那些描述。像很经典，大家都知道狐狸就是友情的象征嘛。那在这过程里面很有趣的就是我们在小说里面就可以感觉到飞行员在听小王子的故事的时候，他不知不觉他好像也被小王子所说的那个狐狸的那个角色，就是他也被小王子豢养了，就是他们两个之间产生的友情。就是跟有一如就是狐狸跟小王子说，就是我跟你玩的话，我跟你之间就会建构了感情。对，那小王子跟他吐露心声说你跟玫瑰之间的感情，其实是因为你在玫瑰身上花费了时间，才让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对，所以当小王子在地球上赫然发现有一个
巨大的花园里面有成千上万朵的花的时候，他觉得那些花都不重要，也没有对他们没有感觉，因为他最重要心里最重要的那一朵花其实是在他自己的星球上。对，然后还有象征死亡的那一条蛇让小王子认识了地球，但是呢后来也让小王子离开了地球，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用的是一个定格动画，而且那些人物看起来像是用纸还是什么揉出来的，就我自己觉得看完之后非常非常着迷的一个梦的质感。比如像他的星星是你可以看到一根一根的丝线吊起一个会发亮的星星，那样的东西在电影里面，那他怎么样透过光线去做日落跟日出，那个东西很吸引人。简单的来说，从27个章节组成的《小王子》说尽了每一个人的人生历程了，就每个人会迷航，会相遇，也会分离，然后要面对自己跟朋友，面对自己朋友家人或是乃至于整个宇宙的关系。所以一定要帮观众问一下功夫熊猫的导演有没有不负使命完成这个影像化的作品呢？就是这个导演真的很妙，因为他代表作大家都知道就是功夫熊猫。那他在把小王子动画化的过程里面，其实因为小王子的粉丝更多，他不只是熊猫的粉丝，熊猫的粉丝没有办法比。对啊，就是你把一个熊猫就是好吃懒做可爱的形象幻化成一个好厉害，就是可以为了就是吃然后变得练就一身传奇武功。对，就是那个颠覆感是有存在的。我觉得导演他在处理小王子的这部动画里面，他同样也是有用到类似的手法，就是小王子本身的故事是一个对大人阅读起来都觉得是一个很具预言性的很抽象的，你每个角色都是决然独立的，然后象征意味性十足的，这么纯粹的东西，你怎么样这么哲学性的东西你要把它幻化成一个商业的电影。对，然后当然电影本质是可以很艺术性的，也可以很商业性的，但是我想导演他马克奥斯彭他大概不会去选择一个很艺术性的路线。对啊，因为毕竟功夫熊猫他的成功经验模式就是他必须要把这些东西拍成一个故事让大家都可以理解。很聪明的他加了一个就是用一个新的故事来去包装小王子。那个故事呢就是一个小女孩他被妈妈安排了一个很精准很完好的人生，你只要按照妈妈的计划努力去走，你就可能拥有一个你可以拥有一个很棒很棒的很成功的人生。那在那个状态之下，那个小女孩偏偏又遇到一个老飞行员。那大家可以如果读者喜欢小王子的人一定会先去揣想说那个老飞行员就是飞行员，但他对小女孩来说他就是小王子嘛，因为会有老人跟小女孩说那个小王子的故事。那个小女孩在听的过程里面，她其实她同样也被这个老人家给驯养了，就等于她跟老人家建立了一个人类跟狐狸之间的友情的情感。那这过程里面她就可以很顺理成章的让老人家去讲小王子的故事，但是呢她整个过程里面她又发展一个全新的故事。这个其实还蛮合理，很适合电影媒材，因为电影本身就是一般人在混乱现实生活里面要逃避的一个最好去的媒介。对，他可以去的，你去电影院你就会看到一个混乱的人生里面突然绽放出一丝光亮的曙光，你会觉得你被抚慰了。那这个电影其实有这样的模式存在，就是你会觉得小女孩她枯燥的生活里面她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事情，那些事情呢就让他的人生从此产生了改变。那刚刚讲的那些角色的对应关系，例如说小女孩她在面对第一个就是她最重要的她妈妈，其实她妈妈其实有点像是一开始我会觉得她很像是小王子故事里面讲的就是那个最忙的商人，她一天到晚在算说我要怎么样呢，我可以拥有多少东西，所以她跟她女儿讲说你只要很努力这几天之后你到新的学校你就可以拥有一个朋友，就是你可以拥有新的朋友，你可以拥有一个很崭新的未来。这个东西是有紫色关系，就是妈妈在小女孩的生活里面她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精于算计的商人，但是小女孩讨厌她吗？没有，她一开始她也是很爱妈妈，她也是觉得说我成为那样子的人很棒很理想性，所以她就是大家看动画的时候会觉得那个女孩就是很努力的
想要变成他妈妈，对，所以他跟他妈妈做的事情都是一样，一模一样。对，他妈妈给他的计划照单全收，然后消化得很愉快。只是他遇到小王子之后，就是那个老人之后，他就变了，他就会觉得开始有自己的思考模式。那在过程里面，他就跟妈妈有一些争执，就是说他妈妈觉得我帮你计算的人生是最好的，那你为什么要反抗？可是他小女孩就会开始想说，为什么妈妈你对我做这件事情，你是不是之后你就会变成爸爸？因为你爸爸离开我们了，爸爸因为是更成功的一个人，所以他就离开我们了。所以妈妈之后他也会变成一个就是所谓的小王子里面的那个商人。那个商人在这个整个电影里面故事后面还有做一些其他还蛮奇妙的伏笔，就是会让你看到那个大人对于现实物质的追求的那个部分是很具象的。所以导演他有一个很奇妙的作用，就是他把一个很抽象化的故事先完全具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的生活周遭的每一个角色看起来都可以跟小王子里面的那些角色做对应，然后做出一个就是你去想象说哦那个人就是他，但是他到故事的后面他又重新的把这些具象的东西全部再重新打散，就是抽象化，就是你在那些现实的那些人物里面，那些人他们到了一个很奇幻的世界里面，他可能又变成那个你可以直接对应到就是真的是小王子故事里面的人。我觉得这个转折是那个导演的巧思啦。对，讲好说要避免不要爆大家雷，但是我觉得的确有再把这个故事更往前推进去思考一些变化的那一个东西。我觉得看完是会至少作为一个读过小王子书的观众，我觉得是有被满足的。那至于今天如果你是个小王子的铁粉对那个原本 的小说的那一个气氛，就是很跟自己对话的，很有点孤单，或者说有点在自己内心里面讲话，然后思考一些很深的东西，那样的粉丝是不是会满意这样一部动画作品？也许就不一定。但是譬如像哈利波特好了，我对哈利波特一系列电影最大的怨言就是我觉得我看电影跟看小说没有两样，就是你就是把小说拍出来，我看小说我几乎看到后面几集，你看小说你就可以想象电影会变什么样，那实际上电影也真的就完全没有超出你的那个期待。可是作为另外一种叙事的媒材，我觉得当你在再创作的时候，你应该是要加入一些东西。对，那小王子的电影版绝对是有努力做到这一点。对，电影版就是把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小王子变通俗了那个感觉。但是他变通俗之后铁粉可能会失望，但是你可能也如果你自己对小王子本身有很多的诠释或者是见解的话，那他可能反而是会满足你的哦。就像是观众他进电影院里面啊，他就像要求导演画一只羊，就是给我一个小王子的故事。对，然后导演他可能他给了你就他就是一个打包，然后就丢一个箱子跟你讲说哦你要的羊在里面。对，那观众你看小王子的时候这个电影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满足。那但是如果你觉得不满足，那可能是因为那个箱子里面的羊装了什么东西你不是很清楚。对，所以要善用你的想象力，而不是在具现化之后要带给你更多的惊喜才能够满足当代的观众。为什么小王子他在一般的人的心中的地位会更崇高？因为他是一个大人跟自己儿时纯真的那个部分对话的一个很私密的过程。重点是你遗忘了你小时候曾经有过那一份纯粹的梦想或理想的那个纯粹的部分。你只要抓住它，你其实你是小王子，你是小女孩，你是老人家，你是妈妈，都无所谓。这次导演他也善用了定格跟 3D 的两种双重技术，所以这增加了这个作品什么样子的可看度嘞？对，我觉得这其实蛮有趣的，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看 3D 动画的这个时代，那你实际上去看，因为在大家刚刚其实看预告应该也可以有感觉，就是在电影里面他用现在典型的比较细腻的 3D 动画去画故事里面那个所谓真实的世界，就是这个小女孩跟年老的飞行员跟她妈妈所在的这个世界。然后呢，当飞行员在跟她讲小王子的故事，讲那个童话本身的时候呢，他用的是一个定格动画，而且那些人物看起来像是用
纸还是什么揉出来的，非常有趣的一个，就它跟我们熟悉的提姆波顿那种粘土那个又不太一样，不太一样。那些做出来的场景，然后打光拍出来之后，得到了一个我觉得非常动，就我自己觉得看完之后非常非常着迷的一个梦的质感。嗯，所以3D 的动画好像电脑画出来比较接近我们想象中的真实，然后那些像纸。旧旧的纸，彩色的纸，打光的东西呢，反而又有一种梦境的感觉。嗯，那它藉由这两个东西的那个切换呢，去造成里面的人物在想象的世界应该要怎么样，那个更抽象的感觉。嗯，那里面有很多很棒啊的美术的安排，比如像它的星星是，你可以看到一根一根的丝线吊着一个会发亮的星星，那样的东西在电影里面，那它怎么样透过光线去做日落跟日出。那个东西很吸引人，那再加上到后面有一些比较，大家刚刚看预告也有看到，当那个满天星斗飞出来的那样的东西的时候，那个震撼感是非常够的。嗯，那这本身作为一个美术的，刚刚说嘛，这是一个美术形式的选择，就会让我觉得它比确确一直提到功夫熊猫，我觉得那个美术层次其实是有在进展的，是有在提升一层的。对，那当然，我相信整个制作团队很清楚知道说他们拿到的不是只是一个文字小说而已，他们拿到的是一个带有连带那些绘本图画的形象深植人心中的一个东西，那所以你要怎么样去再现他们，那利用不只是不同的质感，不同的光线，那夜晚是怎么样，然后白天是怎么样，然后星星应该要是什么样的感觉，那再加上把里面一些经典场面变成立体化出来，我就看完之后会真的很想要回家自己捏捏看，自己拿来拍，对，会，我觉得是可以打造出自己的小王子版本的，真的是这样，很值得看的一个美术的成果。嗯，最后我想请两位简单帮我们说一下，小王子你最感动和最推荐的地方在哪里？你如果要跳出来站在影评的角度看呢，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创作者他的再次创作的痕迹是哪里，他的用心是在哪。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是，因为小王子本身。它虽然是一个童话故事，它要讨论人的关系，它要讨论人跟人之间的爱，或者是互相启发，或者是互相隶属的那个东西。那我觉得在这个文本里面，它是有把那个重心把它摆在里面的。所以你整个看完之后呢，你会得到一个很缤纷的内心的感觉，而且你也会一定要记得你内心的那个小孩子。是，那会你觉得会你会觉得你自己真的会好好的相信这件事，所以那个。感动力是很够的。嗯，为什么小王子他在一般的人的心中的地位会更崇高，更所谓的高尚，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大人跟自己儿时纯真的那个部分对话的一个很私密的过程。这很像是我们走进电影院里面自己一个人跟看电影，然后电影里面那个创作者跟你的对话，其实也是你跟自己的心灵对话，那个意思是一样的。然后电影里面透过就是小王子这个文本的那个序，他有提到，就是其实我们有时候都忘记，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个小孩，对，所以电影也直接用老人家这个角色，直白的告诉你说，其实长大并不是重点，就是你不用想说彼得潘不想长大，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遗忘了你小时候曾经有过那一份纯粹的梦想或理想的那个纯粹的部分，你只要抓住它，你是小王子，你是小女孩，你是老人家，你是妈妈，都无所谓。对，你只要不要忘记你曾经是一个小孩。我觉得他有紧紧的抓住小王子的这一个故事核心，然后重新的再做一次诠释。所以一个创作者如果他可以重新的诠释一个故事，但是他的核心理念是抓到了，那我就认为他是一个成功的电影。嗯，今天非常感谢燕拓跟雀雀帮我们介绍小王子，谢谢两位，谢谢凯英，谢谢大家。